Hello， 同学们，今天呢教大家画一个荷花。这个荷花在刻画的时候，花瓣我们用曙红色去给它点染就可以了。而且要注意，所有的花瓣全部都朝向中央这个位置去生长的。然后在上方再添加上一个小花苞，去增加一下画面的层次。点上莲蓬，画上荷叶。也可以在画面中下方呀，加上一个赭石色的一个莲蓬，干涩的一个莲蓬，调整一下画面，然后在上方加上一个活物小蜻蜓，这样的话，一幅作品我们就给它完成了。